因为何炅老师的一个《栀子花开》啊，很多的画友对栀子花有情节，但是呢总养不好。嘿，这个画友就是要嘎了，寄给咱了，继续挑战，冲冲把我们寄什么花，帮他救活什么花，寄养免费啊，快递费自己出，养死了不赔。噩梦来了，为什么说我的噩梦来了呢？首先这个土啊，对于新手来说相当的不友好。为啥这么说呢？这个土就是传说中的胶泥土了，我给大家打开看看你就明白了。赶紧打开透气，赶紧打开透气。你看栀子花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？发黑发闷发蔫儿。它其实是哪出了问题呢？根，你看根它都发霉了，这个白色的点儿能拍到吗？它都已经发霉了。你看这个土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，它干的时候邦邦硬，它湿的时候胶胶黏，也就叫黏土胶土，它会特别容易闷根。我看了一下花友呢，应该用的也是一个瓷盆，就是整体来说它根不透气，你明白吗？用老话说，就是你养这个花不接地气，听懂了吗？就不接地气儿。你要知道哈，根系没有新鲜的氧气进来，它是不长的，它不长根，它压根儿都不长，明白了吗？我看这个臭宝还写了个信，我看看写的啥。他说栀子花蔫了好几天了，给看看，谢谢。反正也是写的信啊。首先呢，这个怎么办？先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。你看，跟花友们说，你埋的时候不要太深。这位花友埋到这儿了，你看，杆子都黑了吧？你能看到吗？这个杆子都黑了，看到没？黑杆了都。不让你们埋太深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你上面盖得很厚，它根系更加的不通透了。你盆子再不透气，它不嘎得快吗？其实这位花友，我跟你说哈，这个花已经烂根了，很严重，相当严重。你看这里，明显的看到更多的白毛，看到没？已经烂根了，都已经长毛了，根都长毛了，明白了吗？话说老花姨，你怎么办？你得给人救救我，救！你看我怎么给他救？养花先养根，教人先教心。哎，这个花友啊，真的是头疼啊！你看，看到没？你都不如用纯沙子去养，很难救活。只能跟你说很难救活，我只能尽力。他因为他的根已经长毛了，你看大量的霉变。如果说花友们，你一定记住了，一定这个盆子。一定要排水透气，一定的啊！看，全是毛，全是这种白毛，全部是烂根了。你看这个东西怎么救？那也得整啊！花友寄都寄过来了，得给他救活。哎呀，养花先养根，教人先教心，直接泡在里边了。哎，继续给他多冲洗干净先。先把上边的霉菌尽量的给它冲洗掉，啊，还露出来一点点新根。你要了解，你用的这个泥土啊，它发霉，它里边没有营养，它只有烂根。因为根这个植物它是有一定的有机质的，你泥土里面它长什么霉菌啊？它长不了。这位花友的这个花啊遭老罪了，那冲洗个差不多，咱们给它又再换到干净的水里面，用干净水加药，这个要恶霉灵是必须要的了。1000倍的比例啊，花友，就是1:1000，你1毫升的话兑1000毫升。然后呢，这次要加药了，要加到小黄2号，就类似于用了3种药，因为这个里边一个里边含有2种，这个也便宜，9.9块这么一瓶，要稍微多加一点点，因为它这个烂的有点严重。哎，生根液也要来，看了花友们养花千奇百怪，各种姿态。你像老花姨大棚里面呢，现在种花用到的都是泥炭土，进口泥炭土，也就是老花姨的一个通用配方土了。这个呢，咱们再重新拆一包。花盆不要太大了，花友，适可适中，就别用大盆。很多花友喜欢用大盆，你小盆有很多好处，它干湿循环快，它进气，它透气，这样的话根系就爱生长了。你要知道，略干一点它才爱长根，你很湿了它不长根。不要埋得太深，不要用很大的花盆。怎么天天叨叨他就是有的话我跟听不进去一样呢？不要施肥，现在有话说老花姨他现在这么虚弱，不给他施肥吗？我大舅子动手术住院，马上要嘎了，你叫他吃饭他能吃吗？吃了嘎更快。这植物的本身它是有一定养分的，就是你一年不给他施肥他不至于嘎。很多话我就是很着急的施肥，后来不就嘎了吗？这边水要给他浇得透透的，把这种交叉枝给它剪掉。很多花友问我什么叫交叉枝，就是你一看它就是不正儿八经长，它给人抢地盘去了。先把这种给它剪了，然后上面这些叶子呢都保不住了，也都
真的保不住了。刘花说你别剪，我想看看能不能反过来。行吧，这次我就不给他重剪了，但是我把瘦弱的枝条给他剪了哈。哎，我真的想从这儿给他剪了，其实我就想从这儿给他剪，你知道吧，把上面全部剪掉，这样活的会更稳。这回不剪了，给你们看看吧。不过这样也能活，不过会活的比较慢。光照可以给，别强光暴晒。栀子花吸水，但是也得等略干一点再浇，你就看叶子稍微发软了你再浇，明白吗，臭宝？它根现在已经很受伤了，咱们就不要过多的去弄它了，也不要施肥啊，你用了肥头它也不吸收，正常去养护就行了，别的没什么。觉得不错就得点个关注啊，想要看更多的养花知识都可以关注老花姨，老花姨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很多。我是老花姨，养花最专业，白了臭宝。嗨嘿嘿嘿嘿。